现你的歌都有一个特别的特质。哦，什么特质？就是听起来就闷闷酸酸的。我自己有一个简称叫闷酸情歌，我的情歌比较闷骚一点。怎么台上突然讲起冷笑话啦？林俊杰 JJ 20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到南宁站，邀请李荣浩、林立合体演唱经典歌曲。不算是很多年前有，很多年前有，我儿时有过一次跟你同台，算真的是蛮多年前，对，大概七八年，对，六七八年前，对啊，但很开心，我最近有在一直在关注你的新的音乐啊，有很多的经典歌曲，我发现你的歌都有一个特别的特质，哦，什么特质？就是听起来就闷闷酸酸的。我自己有一个简称叫闷酸情歌。哦，闷酸情歌。对，好的。我的情歌比较闷骚一点。你的比较闷酸一点。是，有点心酸的。我觉得这两个风格如果可以放在一起，还不错。是，确实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创作一首？当然，一起唱一首。有机会的话一定有。想不想一起看到邻里合作？哎，这有个组合，有一个组合。对，左邻右里是吧？你新的左邻右里。